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们是肉咖夫妻，今天要来开箱 7-Eleven 的草莓季限定商品，邀请到两位非常重量级的来宾。Hello， 乖乖出的草莓饼干，后面呢、啊、还有分享了就是采草莓的路线，很漂亮的包装，玉米脆条，季节限定，试吃时间。觉得它的草莓的味道很浓，草莓粉红色的那种粉在上面，酸酸甜甜，酸酸甜甜的，直接化开来在嘴巴里。满分是5分，噔噔噔，嘿，两分，两分，就两分。乐事饼干，可是它上面有一层淡淡的红色。嗯，哦。好惊人哦！酸哦，而且很清爽，还不错，我觉得蛮喜欢的。噔噔噔，嘿，1分，好吧，我给3分。我们现在喝这个冬季限定，它是一点点淡淡的粉红色，哎，适合看看，就根本就是草莓气泡水啊！女生一定会很喜欢的，哦，而且是味道，草莓味道很重。打嗝，整个全部都是草莓的味道，哎，噔噔噔，嘿，哎，三分，OK， 巧飞丝草莓巧克力，一点点淡淡的草莓香，一点点，还好就是有草莓夹心的巧克力棒，我觉得会黏牙，我不太喜欢会黏牙的巧克力。它巧克力的味道还是比较重。嗯，噔噔噔，嘿，我还好，没有很爱吃巧克力。我喜欢巧克力，可是我觉得巧克力好甜。这个也是日本来的。嗯，我觉得它里面那个夹心就是有点类似像糖霜。请问你在爽什么？很甜的饼皮也是甜的，真的很甜，但是吃起来没有什么草莓味道。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吃起来觉得有一种淡的味道。噔噔，嘿，3分，我爱海绵奶席卷。对，草莓的味道。我原本以为它的夹心里面这个颜色会比较深，结果看起来。它咬到里面的馅之后，有一种很怪的酸味。嗯，它的皮非常的脆，就是草莓奶昔的那个，它的糖霜的吃起来的感觉不会像这个饼干那样这么甜，它吃起来会带有一点酸味，它的那个酸跟这个又很像。噔噔，嘿，2分，我喜欢，因为它的饼真的好脆，多喝水啊，气泡水。完全感受不到草莓的味道，没有，就是气泡水。因为我们前面吃了太多草莓的东西了，感觉没有像普通的那种气泡水这么多气。噔噔噔，嘿，一分，就是气泡水，就是气泡水。大家应该很熟悉的是雷神巧克力，就是草莓口味的雷神，而且是一口的。你还记得前几年不是雷神超级强吗？强到便利商店还排队进货等不到。它是这样一口的，一颗，不出什么特别的草莓味，像巧克力泥的那种口感。这种巧克力比较苦一点，没有那么甜，你知道吗？苦中带酸了，吃起来一点点酸酸的，然后不会很粘牙。嗯，我喜欢粘牙的巧克力，这个 OK。噔噔，嘿，2分。我觉得可以，包装看起来就是很吸引人的，大湖在地鲜采草莓，感觉就是整只都粉红色，咬下去的口感应该是蛮厉害的，蛮贴心。它设计成上面是一格一格的，而且它没有那么粘牙，它是白巧克力，然后加草莓，它的内馅我觉得很酸，所以草莓季好像真的比较适合喜
喜欢吃酸的人跟女生吧。噔噔噔，嘿，极大的那个对比。大人系梅茶，瓶子超美。这一罐茶呢，我们跑了几家便利商店，它都是缺货。哦，它的颜色其实蛮深的。茶，我觉得就是跟冰镇红茶一样。喝起来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异，就柠檬茶，多了一点点草莓的香气，就是在鼻腔里会窜出来。噔噔噔，嘿，一分，两分，就 Oreo。哦，味道好恶心哦。巧克力啊。屁呀，有点像塑胶味道。塑胶味道，只是吸它的包装袋了，草莓的内馅在里面。糖霜不会那么的甜腻，会带有一点点酸味。我觉得吃进去是一股很奇怪的塑胶味道，完全吃不到草莓味道。我觉得很好吃。好难吃啊！好脆哦，好好吃哦。你确定没有味觉错乱吗？我觉得相当难吃。喝一点水。噔噔噔，嘿。零分，太难吃了。七七乳加巧克力，草莓口味。草莓的部分很酸，然后甜的部分是外面那一层巧克力，咬下去就是要一直咀嚼咀嚼咀嚼。好硬啊！啊，我觉得很像放很久的牛轧糖，超硬。对，里面超级酸。我们来给它评分，噔噔噔，嘿。9%还教人家怎么喝，这个印在上面也蛮特别的啦。然后它是写9.99%，哦，粉红色的。除了颜色比较浓之外，我发现它的泡也比较多，因为它是啤酒，感觉好像一层奶油在上面。就是啤酒，觉得有点苦。噔噔噔。加心一个有动，一个没动，就是对了，就是它的皮不一样。皮不一样，喜欢吃口感酥脆的就买这个，然后它里面的那个草莓的糖霜也没那么甜，比较酸，然后它的饼皮闻起来比较不会有那么多的淡味。噔噔噔，嘿，可尔必斯，可尔必斯的饮料。然后水果乳酸饮料，它也特别写零脂肪哎。其实我很小的时候就喝那个，就是金苹果，超好喝的，就是那个味道，草莓的香气，一点点酸，噔噔噔，嘿，十分，这个好喝，这个包装蛮漂亮，很精致。草莓红宝石，巧克力爆米花，没有添加防腐剂，也不知道真的假的。那我们看一下热量，一份哎，400多卡，哇哦！它的爆米花爆得非常完整，然后每一颗都非常的漂亮，而且它很完整的裹了一层草莓的酱啊，白白的在上面。它的包装设计得非常的厚，有点难开。哦，它的草莓味非常的重，就是爆米花。这个爆米花变得口感是软软的，感觉好像是润皮的爆米花。但是包装非常非常的漂亮，送人送礼送这个包装，收到会开心，但是吃到里面的东西，觉得还好，会有点扣分。噔噔噔，嘿，2分，两分是因为它的包装非常漂亮。那两罐草莓奶茶，我觉得这个加芬娜的草莓奶茶喝起来有一种怪怪的塑胶的味道，奶味非常的厚，那个奶会黏在你的舌头上，到后面会有一点点草莓的香气。噔噔噔，喝了那个奶，超可怕的，有种怪味。然后利顿的草莓奶茶就是跟奶茶一样，它没有什么草莓的味道，喝起来非常的清爽，没有那么甜，没有那么奶。
很滑顺，噔噔噔，两分。这个我觉得还可以接受。今天的开箱就到这边啦，喜欢草莓的朋友可以买来尝鲜一下。大家再见，拜拜。